你把剧院工人、家属和邻居都杀死了，你认为杀戮就是征服吗？陈晨，在我的脑海里，杀戮就是征服的重要手段。 真正的征服不在这儿。海，现在满城人心惶惶，街上的人都传说，是一个叫一声雷的人干的。一声雷，到底是谁？谁也不知道。 我看了弹痕，炸药是硝铵炸药，去查查这种炸药。嗨，司长，什么事？参加庆典的人已经查清，除了商会会长董耀宗之外，其他的人都到了。董耀宗。 走不动了，就让我们在你家躲一会儿好不好？爹，你现在陷得是越来越深，你是不是想把这个家毁了？爹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是他们的同谋，如果他们被抓，我也跑不了，您就当是救救我吧。 老爷，那他们抓走了，那少爷也完了。你们这帮人呢，就是想要我的命。来来来来，这是我平时穿的衣服，您换上，这是女佣人的衣服。谢谢。我去给他们烧点水吧。 一会儿他们脱下了一张，马上烧了，越快越好。哎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位姑娘姓赵。谢谢您对我们的帮助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她叫赵思晴，是我在从江中学的师姐。我没问你。 想说是不是？那好，我就不问了。但是你必须告诉我，你们是怎么联系上的。爹，回国以后我没问你。这位姑娘，我不管你们参加什么组织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我的儿子海文刚从国外回来，懵里懵懂的，什么都不懂，他胆小。如果这次我能帮助你们逃出劫难，我不需要你们怎么感谢我。但是，有一点我必须告诉你。 你远离我们家，远离我的儿子。我们董家世世代代经商，我不想搅入这场政治漩涡当中。您现在是在为日本人做事，您在这个漩涡里已经搅得够深的了。姑娘，说话不要太尖刻。老爷，那热水烧好了，让姑娘洗一洗，万一……爹。 快快快，带他到楼上躲一躲，千万别出动静。快快快！老爷，日本人。 哎呀，次长先生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还请董会长见谅。哎呀，不敢不敢，您的到来使我蓬荜生辉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快请快请，好。
您这是，这是给我个下马威啊！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啊，叫做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”啊。嗯，唐先生，啊，大剧院的事件，影响很坏。据说人们把这个凶手称作医生们，军方。 已经把他列为反日的首要分子。董会长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战前我曾在东京地大任教，他应该是我最欣赏、最得意的学生之一。我的女儿小藤惠很喜欢他，说他是少有的保险天才。他做功课的手法。 我清清楚楚，黑木队长，那个女。 把他放进去！我刘桑，担任警备任务的，有你们警察署的人，你应该知道，他是怎么进去的吧？是，卑职一定把他查出来。 上一任次长被暗杀前，曾经跟董先生筹备过修铁路运输矿产的事情。铁路的线路图就是华北平原的矿产分布图。目前知道这个黄牌分布图的只有你董先生一个人。作为朋友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张。 不止有足够的价值换取任何人的性命。不敢。咱们俩老一辈在这品茶论道，那个我最想见的年轻人到现在还不露面，未免太不礼貌了吧？哦，次长先生，您说的是。任海文在这里。 让他下来吧，做一个老师，我已经闻到他的气息。海文，你下来吧，你不想见我，我很想见你。啊，海文，如果你不想下来，那老师就亲自上楼去找你。海文呐，海文。 快下来吧，老师可要亲自到楼上去见你了。你不下来，这成何体统啊？少爷，老爷叫你赶紧下去。海文啊，快下来。 一百八年多，学生老师都不教了，嗯，你瘦了。
师穿上军装，也快认不出来了。帝国圣战，全民皆兵，老师也责无旁贷。实不相瞒，三五妓院的爆炸案，从先学的安装手法上，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。不能不能，你就借他十个胆儿，再借他十个胆儿也不能啊。你放心，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人敢把你怎么样。嗯，对了，惠子给你带来了一封信，改天我会交给你。惠子他还好吗？嗯，他马上就要过来，战争那是两个国家的事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们家永远是你安全的港湾。天晚了，我就不叨扰了。明天，我请你们父子到我家，让你们品尝日本的寿司和清酒。哎呀，自然阁下，真是抱歉呐。我明天都定好了，去大瑶山。大瑶山的矿主啊，是我家几代的世交。哎，他老母亲明天过60大寿，明天我携着犬子前去祝贺。嘿嘿，你看看这事儿整的。大药山的铜矿吗？是啊是啊，是古镇堂的。哎呦，对了对了，阁下，您不是要收购铜锭吗？铜锭吗？啊，很好，非常好。老师啊，等他脱下军装那一天，我会送他。快收拾东西，赶紧走！爹，你干嘛呀？我说了，相亲我不去。不去？你把天捅个窟窿，董家大难临头了，这是相亲吗？这是逃难呐！逃难我自己逃，我不会拿我的终身大事去做交换。你往哪儿逃？你往哪儿逃？我去天津找姑姑。找姑姑啊！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再跟我提他，我跟他已经断绝关系了。你姑姑和你姑父一个德行，天天在家跺脚骂我。哼，还不是因为你当了这个破会长。反正谷家我是不去的。不去？不去也得去。我不去，就算我死，我也不会娶一个挖矿的。回来。海文呐，从小到大，爹没打过你一次嘴巴。我今天为什么打你？因为你爹没有脸。我希望我的儿子要脸呐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把铁捅个窟窿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把董家带进了深渊，逼上了绝路。少爷，您就听老爷一句话吧。您要是不出去，那赵姑娘她也出不去。我可以走，但是你得带上赵姑娘一块走。好好好，你是我爹，你是我亲爹，行不行啊？快走吧，我的祖宗！快快快，上楼把他们叫来！快快快！快！黑木君，爆炸前进去的那个男人查出来了吗？我找到了，
那两个值班警察，他们说那个男的好像和刘署长是朋友，他们认识他。是谁？商会会长董耀宗家的公子。大爷，那个车备好了，这是车夫的衣服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动身。你会赶马车吗？会。好，你来赶马车，你呢和我们坐在一起，如果有人问起你，你就说是我们家的帮佣。赶快走吧。走吧。我不走。什么？我要留下来干我未完成的事情。你留下来除了送死没有任何意义。死了刚好去找老方。老方希望你死吗？是小藤俊才希望你死。老方是因为我而牺牲的，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我能替他杀死小藤俊。可是现在小藤俊还好好的活着。仇一定要报，但不是现在，必须得走。我一会儿都不想让他活。你们走吧。思琴，我好不容易说服我爹送你出去，你还不走，那我也不走。你们俩干嘛呢？啊，逞英雄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只要我们活着出去完成任务才是对老方最大的安慰。我的事儿不用你管。这是你个人的事吗？老方牺牲了，咱矿上矿工听谁的？我也是老方的学生，我不难过吗？我们不能让老方白死。地下党的联络方式和联络地点只有你知道，你要是牺牲的话，我们怎么和上级联系啊？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。少废话，想活送我们出城。走。老总，我们要出城。刚得到宪兵队的通知，任何人不得出城，回去吧。你看我们有急事，麻烦你通融一下。什么急事都不行，回去吧。麻烦你看车里坐的是哪位？哟，董会长。是啊是啊，次长有令啊，让我们收购铜锭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可不能耽误啊。这个当务战士那得掉脑袋，别说你和我呀，哎，对了对了，就包括你刘署长，他也承担不起呀。署长好。他们确实有公务，放他们出去吧。刘署长，这要是让宪兵队怪罪下来，我可担待不起啊。废什么话，让你放你就放，有我呢。是。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。
说，董耀宗父子俩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是不是不知道死什么滋味？我可以让你尝一尝，想想。我真不知道。哦，这边没有。黑木君，屋子空了，人跑了。追！追！非常感谢你帮助我们送出了城外。我看时间不早，你也要回去吧。停车，停车。再见面吧，一定会再见面的。走了，再见。哎哎哎，再见，我会等你的。别看了，别看了。我说你能不能沉住点气？你打小就改不了这毛病。别看了，从现在开始你跟着赵姑娘到此为止啊。赵姑娘说了，我们还能再见面的。这个臭小子，你非气死我是不是？爹，你放心。我知道我这趟是来干什么的，我就不信啊，我对付不了一村妞。说什么呢？别想入非非了。哎，我这不还是跟你学的吗？贫嘴。次长，你们下去吧。什么事？次长，董耀宗父子连夜出城了，现在去向不明。我知道他们去火龙沟拜寿去了。拜寿？不可能，董海文在爆炸前进过现场，而且还认识其中一个女案犯。我感觉不是拜寿，应该他们是逃跑了。黑木君，光怀疑是不行的，要有证据。董家是我们利用的对象，董耀宗买卖做的是非常的精明，该怎么办他心里最清楚，他不会让我失望。预谋的政治谋杀，其攻击目标完全有可能是向日葵计划。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保向日葵计划
万无一失。嗨。咱得准备准备。不过老太太，您今天六十大寿，就算跟他们说五十大寿，他们都得信。老了老了，您不老。老太太，哎，同江的董老爷和董少爷来了，赶快应召。都来问你。哎呀，老嫂子，老嫂子，五十知天命，六十花甲子，又是一个轮回，恭喜恭喜呀！同喜同喜。哦，对了对了，小小薄礼，不成敬意呀。兄弟啊，你太客气了。哎，这是海文吧？啊，上回我见他的时候啊，他还光着屁股满山跑呢。哎呦，长高了。哎呀，我要上他娘敬啊！我说海文呐，快给伯母请安。哦，祝伯母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哦，对了，小凤呢？年轻人，说话爽快。凤儿这丫头啊，给她哥惯的，越来越疯了。这回不知跑哪儿去了，我让人去找她啊。我们先进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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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告诉你，就你那小主意，我看不出来啊，这不是董家。谁怕谁呀？干什么呢你？大兄弟，这边请。哇！哎呀，老嫂子，您真有福分呐！傻福气，操心的命。正堂他媳妇啊，得伤寒，死了都两年多了，一直都不肯续弦，提多少个他都看不上。小凤呢，像疯丫头，不是打枪就是骑马。哎呀，跟他提婚姻的事，他就往一边扯。这两哥俩啊，就像他爹。像。老嫂子，现在这孩子都这样。你看我们那个海文，看似温柔，心里头有主意着呢，没招啊。都是给惯的，不行，不能由着他们性子。是啊，是啊。老嫂子，我这次来啊，就是想把这两家的亲事定了，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怎么样，小凤？行啊，韩老三，怎么着？想跟我比试比试？今儿就不比了，你那个小男人过来了。他在催你回去呢，那可不行，你搅了我的性，我得罚罚你。去，把酒瓶子顶脑袋上。小凤，别闹了啊！怕了，还整天说为了我连命都能豁出去呢，净说大话。我怕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说大话了？我跟你说啊，小凤，我要是敢打个机灵，我就是孙子。跟你开玩笑的，你还真当真呢？瞧你吓得那样，尿都出来了吧？跟你开玩笑呢。我要是打一机灵啊，韩老三，瞅你那个怂样，还护矿队队长呢，带出来的都是怂兵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小男人呢？就是那个你在城里边指腹为婚的那个小男人董海文，他过来了。姑奶奶正闲着无聊呢，会会他去。这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还玩娃娃亲呢？
谁呀？霍红啊，怎么说话的？来来，见见你董伯伯。董伯伯好。好，好，好。这位是你海文哥。看什么看呢？哑巴了，不说话。董海文就是你啊！没错，是我。谷小凤就是你。没错，谷小凤就是本姑奶奶。哎呦，你这辈分可真不小呀！婆婆啊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，是谁姑奶奶呢？啊，娘。老嫂子，哎呀，孩子就这性格，不说不闹不热闹。咱们走吧，不管他们了。哎，怎么着？咱们俩出去混混？嗯？哎，我凭什么跟你出去会会啊？胆小鬼，我还能吃了你啊？会骑马吗？对不起，我们城里人只坐马车，不骑马。我听说你会在我们这儿住上一些日子，我们这穷山沟里没有火车，没有汽车，不会骑马怎么行啊？怕了吧？你看你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样子，天生就是让人瞧不起的。就是，小子，你是不是爷们儿啊？你是爷们儿就做点爷们儿事儿，我看你啊，就是没胆儿。谁没胆儿啊？那不就结了吗？走，出去。走就走，谁怕谁呀？不就是骑马吗？骑。娘，我们出去玩会儿。哎。哎。搞的鬼吧！你这玩笑开大了。这小子自己去，我将他两句，他就跟我较真儿。哎，兄弟，来。我叫谷振堂。小峰他大哥，你怎么称呼？他就是娘常说的那个董家大少爷，我那个只求婚的小男人。瞎说什么呢？什么小男人？兄弟啊，看你不会骑马，你以后得好好学学啊。哎呦，董伯父。董伯父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好险呐！多亏了你啊！把马牵过来。伯父，回家了啊。走。耍了吗？
大一手野猪啊，就算是给您老祝寿了。野猪肉好吃，让大家尝尝鲜吧啊！好，走，走，快走，走！来，来，来，我帮您二哥，走！给干娘拜寿，哪来少了我呀？啊！好，果真是我的好兄弟啊！干娘，您二小子断江龙不来虚的。 给您弄一只山羊，孝敬您老人家，祝您老人家呀长命百岁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，好儿子，别看你粗粗拉拉的，讲起义气啊，谁都比不上你。<笑>有娘这句话呀，我是坦克车压罗锅，死了也值了啊！<笑>啊！<笑>啊<笑>啊<笑>啊<笑>郑棠啊，你董伯父来了。啊。 我刚才已经见过了。哎，老三，哎，老三，这俩人是谁呀？哦，他们俩是老太太的贵客，这个老一点的是那个同江市商会会长董耀宗，旁边那是他儿子。哦，闹了半天是给小鬼子舔屁眼子的人啊！你说话客气点儿。哼，客气话嘛，我会说，那看对谁。 给小鬼子干事的人，我不把他打下了八块，就算是客气。老二啊，跟娘的客人不能这么说话吗？是，我听娘的。今天要不是看在娘六十大寿的份上，哼，这爷两个，我要能让他囫囵个的出去，我段江龙这三个字倒着写。你以为你谁啊？土匪啊？哎。 小子，算你说对了，老子是坐不更名，站不改姓，双虎山的大当家的段江龙是爷。怎么着，小子，你不服是不是？走。说什么呢？大哥，我跟他逗着玩呢。这小子还行，初生的牛犊子不怕虎吗？<笑> 不过他忘了，牛啊，早晚要被虎吃掉。兰儿，跟你董伯伯道个歉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去道歉。去啊！抱歉，抱歉，对不住了啊。没事，没事。哼，来来来，收拾收拾，好点，好点，来来来，走，走，走。 对付这些中国人，就应该用皮鞭，用刺刀，他们才会臣服。小藤君的做法，他是在葬送帝国的前程。队长，你叫我，刘师长，我这是叫你吗？我这是请你。 董耀宗父子就是从他手的城门出去的，你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？队长，董耀宗父子是我放出城的，我被他们骗了，他们说出城收集铜锭，完成刺长交给的任务。